上就能超过他。无可挑剔。
有没有兴趣关于定位发？真气人！有个联盟车探在街头社区重伤我，说我听威廉姆斯的话，送新人去做追击队的间谍。虽然解释了好久，但还是有好多街头车手跟我闹翻了，不跟我们一起重组街头赛。不能让这些事缠着你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就算你想帮忙，我也得等你站稳脚跟再来找你。薇拉，我想了想，街头对我们的误会跟我也有关系，看在你送我好车的份上，怎么也得帮你啊。人人都想在街头争夺话语权，只有你最讲义气，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。这件事呢，也告诉我们离联盟的人远点，特别是那些车探。怎么说？这些家伙专骗刚来热。
条旗。